弟弟，你干嘛？我看到外星人了。什么外星人啊？你不会是眼花了吧？不信啊，你去看一看啊。去就去，哼。果然是外星人，他要干嘛？你谁啊？你干嘛呀？我没这种爱好。谁？难道你真是外星人？是啊，我再吸够两个人的魂魄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你居然残害我们人类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放过我？你们人类残害小动物的时候有心软过吗？弱肉强食不是你们人类的规矩吗？美味的食物，我来了！住手！又来一个，还是双胞胎？你可以过来试一试呀、啊。